夏爷，请签字。沈小姐，车是您的了。谢谢干爹。 李总，听说你们车行新进了一批车呀？这消息还真够灵通的。李总这个意思是不想让我知道了。这什么能？妹妹过两天有个聚会，借人家几辆忙啊。人家过两天就提着我了。你这个不要脸、长点小手的，把我们撩汗都感觉湿了。别走啊！ 流氓！少女心。我的车修得怎么样了？一周吧。我的车像你一样结实。 这是我们的新款CLS，哎，这车好好看啊！就它了。这小子，结果首付签了个光能出值，宴请前晚，这都是混圈子混出来的，懂不懂？还是好哥有远见，到点了，好哥。 你他妈怎么开的车呀？蓉蓉，你没事吧？我没事儿，他摔的倒是不轻。你别管他别事儿，让他自己去处理。好了，我看看热闹去。他自己，你让自己怎么开的车？说话呢，有没有素质啊？哟，还跟我在这讲素质呢？出去出去，打那的哥是谁？带那玩意儿不沉吗？怎么这么嚣张啊？还知道我全名呢？我爸姓肖。 大哥，你咋还当真了呢？你多大呀？开不卡丁车出来啊？卡丁车？老人游戏玩的多，别闹！你年轻嘛？别别别别别！几个意思？哥，你爸是肖刚？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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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犊子！
来了，哥，场面太大了。你是我见过最 low 的家伙。赶紧啊，不要闹！你们炫什么富，装什么富二代？有时间上山支教啊？都几十岁的人了，都散了散了。就你一拽，有正事了？会长，要不算了吧？散了散了，好好散了，没得玩喽。Lisa， 要不要跟我们去云霄山做些有意义的事情？算了吧，浩哥。俱乐部最近事情很多，以后有机会再说吧。那好吧，下次再约。再见。你看我多牛逼，那家伙还以为我是社会上人。刚才那个一看就是个怂货，欺软怕硬。你看那么多车跟着我，多牛逼，多有腔调。车在哪儿？等我一下。哎，是这个道路救援吗？我这个车我忘了加油了，到了，笨蛋！喂，是超跑俱乐部，酒吧开业，多少辆车？每辆10000块。OK， 准时到。有生意啊？酒吧开业，爱思量超跑算盘。人家上个月看好了个包包，你还没给我买呢。做完再担心吧。真的？真的。那快回去准备吧。好嘞。虎哥，愣着干什么？敬酒啊！来喝酒，来。哎呦！我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龙少。哎，美女美人，来来来。你们怎么不喝呀？来，来，虎哥。豪哥，来喝酒，先玩着，一会儿来敬酒。来，喝酒，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嘛？谢院长，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们孤儿院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孤儿院再经营困难，这也是工业事业，政府不会坐视不管。谢院长，你再好好想想，一年80万，3年240万，你们孤儿院一年能收到10万吗？干脆咱们互相给个方便，你就把孤儿院转给我们。院长也能收到一笔钱养老，何乐不为呢？我们孤儿院永远不会卖。麻烦冉总，我还有事。
顽固不化。小心点的啦，这件衣服很贵的啦，讨厌。哎，好了，这个呀不靠谱，我觉得也是。你看那边，杨梅，哎呀，虎哥是越来越有品味了，刚刚买了一套360度江景房。360度。不就买了整个岛吗？顶层360度，可遇不可求。天哪，不如你。哎呦，帅哥，看不出来呀，加个微信怎么样？玩个游戏呗。随便玩。美女啊。4年一届的全国超跑大赛，知道吗？当然知道，那可是国内俱乐部最高量产的超跑大赛，想想可就让人激动啊。现在这个比赛门槛是越来越高，是吗？前两天我听我们会长说呀，咱们俱乐部要新进一批顶级超跑去参赛。天哪，是吗？大嘴巴。你这神不知鬼不觉的，你怎么老这样呢？龙哥好，咱们也过去。好，龙少，虎哥，有问题。流年不利呀，兄弟。妞不顺，那是相当。听哥讲，兄弟愿为虎哥马首是瞻。龙少，几天不见，越来越精神，精神百倍，必须的。比六环少一环。哎哎哎哎，小胖子，找准自己的位置。我的天哪！自从有了五环。哎哎哎，姑娘，你想算一卦吗？哎，姑娘，我去。本师通晓阴阳五行。紫微斗数面相手相，无一不是奇准无比呀、啊！大师，你给我算算，我想测什么？姑娘，你这哪里是要算命呀？分明是要本师算自己呀、啊！嘿，你连这个你都算不出来，你还在这摆摊骗人？来来来，都看骗子啊！这骗人的，骗人的啊！什么都算不出来，哎呀，真的是啊，你这是骗子！哎，姑娘啊，大道五十，遁去其一，天机漏一，方能旋转不息。那你给我算算，我什么时候能交男朋友？爱情之事讲究天时地利人和，算天算地算人心，而这人心二字最难。姑娘想要男朋友之事有何难呢？大师，你真的是陆地神仙，求求你帮帮我。好他真的，他真的，他太神了，他都说中了，你知道吗？哎，给我算一个，给我算一个，大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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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现在生意是越来越不好做了。大牛哥，你这刚出来就接业务，你也不说给自己休个假呀？你以为我想接吗？要不是当年我在重庆拜错了码头，入错了行，也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正所谓一步错，步步错。我这辈子除了坐牢就是逃，除了逃就他妈是坐牢。老规矩，五五分。哎，我说你这变得可真快呀你！我是花了钱吃饭的行头的，你一分钱没花，还想跟我五五分？不行，大牛哥，我本来还有一个好事要告诉你的呢。哈哈，啊对哈，我都差点忘了，我们俩曾经是搭档。哎，说来听听。行行行，快讲快讲。魔都超跑俱乐部是吧？我进去之前就听人说过了，这里边玩车的都他妈是人傻钱多。这个里边要是有一个自己人的话，那就更稳妥了。对，我在进去之前一直想学学贾大师做事，在社会上我也按那些棋子牵那些线，可是还没等到我用的时候我就进去了。哎，不过在上海我还是有条线。前几年我让这小子欠了些钱，欠两年估计他还没还上吧。人活二十劫，全靠懂得借。龙虾。又来了。咱们俱乐部现在都是些破车，去年还有两辆车可以勉强出赛，拿什么去斗啊？买车喽。你有钱。Lisa， 浩哥他们蛮有实力的，他们那伙人怎么好久没来俱乐部玩了？干啥啊？今天怎么有空来找我了？想找你帮帮忙。是班尼叫你来的？不，他不知道。Lisa， 你们家有钱有势的，需要我帮什么呀？俱乐部的事。我就知道还是这烂摊子事儿。看见没，这些都是以前奔你的兄弟，现在你再去问问谁还愿意帮他。奔你只是一时有点迷失，我相信他会醒悟过来的。那就等他醒悟过来再帮他喽。我知道全国超跑杯赛嘛，他一定是因为这件事情让你找我帮忙的，是吧？浩哥，这个杯赛可以拯救俱乐部，拯救 Benny， 你就忍心看着？我是不忍心看到你在他身边憔悴下去。
浩哥，这是俱乐部最后的机会了。我们等不到下一个四年。本你不是靠一场比赛能拯救的，能救他的只有他自己。人总得往前看。那群傻叉就知道喝酒泡妞当驸马的，哪像我，这里有我最爱我的女人，有我最信任的助理。辛苦了，来，辛苦费，合作愉快啊。买包的不有了吗？谢谢老公。盛哥，你放心，月底之前我一定还你十万。哎，大牛哥，哎，兄弟啊，来，请你坐，请你坐。好久不见啊，最近还好吧？还不错啊。好，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的助理悠悠小姐。哦，嘿，怎么样？又年轻又漂亮吧？哎，但是记住哦。漂亮的女人不能信哟。你好，我是悠悠，早就听说你的大名了，是杯酒呀？不敢当，不敢当啊。差不多可以了。哦，不好意思啊，习惯了。哎，叫你过来呢，是跟你讲讲正事。最近缺钱吗？大牛哥，你在跟我开玩笑吗？我这种人会缺钱？啊啊？好吧，我去。他缺，我知道他缺，他知道你缺，我也知道我缺。那个服务员，来杯咖啡。哎，事情呢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在做一个计划，我们准备从魔都超跑俱乐部那里搞点钱。如果成功的话，你可以分走200万。你认为怎么样？哦，我明白了。谢谢你的咖啡。原来两年前我进入魔都超跑俱乐部，是你大牛哥安排的吧？啊？嗯，兄弟呀，这是一个巧合嘛，对不对？无巧不成书啦。来，扬杯扬杯。哎，美女，还满意吗？帅哥呀，你给我再便宜点好不好呀？你这一天6800的价格实在是太贵了，我就是给我闺蜜打打台面而已，你给我便宜点吗？美女啊，不是我不想给你优惠，确实是这种超跑啊，成本太高，抱歉哈。帅哥，你有没有女朋友啊？有啊。那你介不介意换一个女朋友啊？不用吧。那你介不介意再多个女朋友？来，大牛哥，请。哎呀，大牛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大牛哥。
我未来最好的合作伙伴。好，这是我最好的核心会员。大家好啊，哇 ，F360 啊，哦嚯，你爸爸最近是生意做得不太好吧？怎么给你开这么烂的车呢？耶，还掉漆了呀！哎呦，也真是耶，这里还有玛莎啊！哇哟，哎，来，小伙子，让一下。哇，这个车还能跑得快呀？哈，哎呀，搿只家伙太勿把我面子了，买点假酒灌醉他。不是，会长。这个大牛哥是真有钱才会这样，一会儿我负责把他喝醉。哎呀，班尼啊，我认为你这里不应该叫魔都超跑，应该叫魔都老爷车吧？对不对呀、啊？这个才贴切哇！你看，没有一辆好车，全部都是烂车了啦！哎呀。这什么情况啊？哦，哈哈，来上海考察，没有带车过来，所以不方便吗？我就让家里人给我空运了一辆大牛过来，随便开开啊。这个是小牛吧？家里的牛太多了，几十头牛。他们都分不清大小，对，只要是牛就对了吗？啊，对，来，两位大哥，里面参观一下，好。啊，让我们大家欢迎从香港远道而来的大牛哥。欢迎。好，来，让他喝好。欢迎。喝好。还是很好，杨姐啊，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你俱乐部的超跑都这么烂呢？就是因为你把这些钱都花在吃的喝的上面，搞点钱，多搞几部车，这样你的俱乐部才会越来越好吗？钱要花在刀刃上，对不对呀？来，让走啊！让走。嗯，这个酒不错。来，大家吃东西。大牛哥，哎，我来敬你一杯吧。大牛哥，我也来敬你。哎呀，两位美女一起来呀、啊！来，我来敬大牛哥。来，喝！哎呀，大牛哥！嘿，喜欢的也要喝，不喜欢也要喝。喝多了，走，咱们带大牛哥泡澡去。走，来。你怎么说的是重庆话？我老婆是重庆人吗？习惯了吗？哎呀，大牛哥，你怎么这么着急啊？这衣服不脱就先下去了。是啊。来，这边坐。嗯。我来。
Mostly. Benny 哥，大牛哥，来杯还魂酒。哦，莫问题啊。Benny 啊，今日真系好开心啦、啊。我更开心啊。我也想同你讲讲真心话。我呢，这次来上海就是来考察合作对象的。我从美国拿到一个项目，宇宙超跑，有没有听过啊？就是那个上市集团的汽车项目。啊，系啊系啊，就系呢个。我呢，有点人脉，拿下了这个优先资源。手里面呢有几个名额，名额，哎呀，就是买个车，又能买车，又能作为投资。我听家里人说，宇宙超跑项目就是个资金盘骗局。大牛哥，你不会被骗了吧？Lisa， 你不要乱讲。宇宙超跑集团的母公司本来就是个资金盘公司，背后啊。不知背着多大的资金黑洞，会长，你要是不相信的话，我可以把他们的背景调查清楚给你看看。哎呀，我说你们两个，为了一点小小的事情不要争嘛。今天真的是酒喝多了，当不得真，都是讲的酒话，不能当真的啊！喝酒，喝酒，喝了这杯酒，我要走心啊。下次有机会我做东，我们大家再聚一次。哎呀，大牛哥不要走了，还有下半场了。哎呀，下次我们再聚。好，哎，拜拜拜拜。那问走心了。Lisa， 你总是那么不可理喻。人家那么大一个上市公司，你一句话就打发了。会长，你知道我家是做企业的。了解这些信息更全面，我爸早就跟我说过，不要碰这家公司的任何项目。又是你爸？我知道你有个了不起的爸，我爸是小老板，但是你是我一个助理。会长，你扪心自问，我可有做过对不起你、对不起俱乐部的事情？是，我家境很好。可是这么多年来，我为什么一直待在你身边？我是想在别人面前证明我自己吗？我 Lisa 需要吗？我不过是念着那个偶像 Benny， 曾经的偶像，这成 Benny 去哪儿了？啊？好啊你，有钱了不起是吧？有钱就能抢别人男朋友了是吧？不是，蓉蓉你误会了。我误会什么了？我在门口都听到了，你仰慕他，你在他身边就是为了找个机会对吧？还有你，把这个贱人留在身边是什么意思？啊，车神，真以为自己多了不起啊？不要脸！误会，误会，误会。哎，最近升格怎么样？咋个样？欠债还车，可是天经地义呢。你答应帅哥这个月底拿10万块钱，现在缺嘞？哎呀，我跟沈哥已经讲过了，我过两天肯定换他。哥，今天衣服真帅。哥，我先走了。过两天，帅哥说了，要是今天你不把车拿回去，就把你那手指头砍回去。手指头，哎，等等，哥哥哥，这样，你给沈哥打个电话，我跟他说。哎哥，
哎呀，哇，这呀，哎呀，你说咱都是一个村儿了，何必弄成这个样子呢？对不对？啊，你放心，我过两天肯定还给你，中不中？你还要我小心点。走。手指兔。哥，哥，哥，嗯，你说这事咋办呀？我怎么知道怎么办呢？那个丽莎不是省油的灯呐，很难缠。我这里不是在和悠悠一起想对策吗？那咱能不能想办法绕过他，绕过他？怎么样？他每天都跟在班尼的后面，怎么样？啊？嗯，子敬，何事？反间计。恭喜大都督啊，反间计大功告成了。结果好。哎，龙哥，哎，林姐，大家好。欢迎大家今天和我们坐在一起。今天呢，我想给大家传输一个理念，一个新的理念。之前我们在蒙眼狂奔，那今后我们要做什么呢？颠覆世界。为什么这样讲？同埋我哋专业嘅媒体人员，心里面都好清楚，我们中国的汽车产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所以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在美国同宇宙超跑的创始人华拉丁先生见了面，聊了一下他的产品，就让我产生了巨大的投机冲动。因为我认为这款产品是一个可以惊艳世界的产品，这款产品也是可以让超跑更新换代的革命性的产品。所以我愿意把我的财富还有我的梦想通通的压在宇宙超跑结果可以改变世界的产品项目之上。你们愿不愿意和我一起，是为了我们的财富，为了我们的梦想，一起去拼搏？愿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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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意。赚钱是需要自信的，要自信。而我刚才没有从大家的掌声当中听到这种自信。愿意，好。那就让我们加一次，为了梦想而自信。会长，可以吗？阿泽，学会了吃里扒外了。祝你们。但是我，哎，就是对，不着急，不着急，马上我的助理告诉你们，好不好？试喷一下，谢谢。误会，绝对的误会。丹尼哥，丹尼哥，丹尼啊，什么意思？你是我见过最没有底线的合作伙伴。丹尼啊，先不要着急发火。其实呢，今天我们在这里
只是做一个会员的这个投资意向调查。哎，对对对对。再说了，阿哲对你忠心耿耿，你误会人家了。是吗？肯定是真的呀。会长，你连我都不信了。那开会为什么不通知我？本来呢，我已经想放弃跟你合作了，可是阿哲又在找到我，希望我再帮一帮你的俱乐部。我当时就同阿哲讲了这个关于你的助理 Lisa， 他怀疑我们这个项目是个骗局的事情。说实话，我真的很难受。可是阿哲很执着，他又再一次找到我，请求我希望帮助你俱乐部再重新恢复起来，所以呢，我就同意了这个事情。当然，今天我们在这里做这个调查，是因为我们想先做好调查，阿哲再拿着调查报告来说服你和 Lisa， 就是这个样子了。哎，会长啊 ，Lisa 确实有点太过小心了。哎呀，这个川妹子这个暴脾气也是，哎，这个事情都给她搅黄了，误会了，误会你了。没有关系，走吧，一起吃饭去。哎，行行行行行，吃饭吃饭，行行行，好。哎，会长，来，这来，这来，这来，嗨，没什么事儿，就是跟你喝酒，又给我喝假酒。这次是真酒，以前我喝的都是假的，那以前也是真酒，喝的我都头疼。来，您尝尝今天这酒，真的假的？小地方，您就将就。是他们陪我，还是我陪他们呢？肯定是你陪他们，给会长小费。我靠！会来是，哎，我拿这个来，哦，哎，这前段时间我就想约你，可是这最近不是大牛哥过来，一点机会都没有。来，喝酒。我这有一亲戚啊，搞了一批海关的伐木车，全都是超跑，而且价格非常的美丽，低得吓人。如果以咱们这批车的低价，再加上大牛哥的商业模式，如果这个事儿我们做成了，赚的1000万。这个事要不要和大牛哥商量一下？啊，商量吧，也可以。可是你又真的愿意白白的给他30%吗？靠谱吗？大写的靠谱啊！我这是跟了您5、6年的兄弟，对吧？咱这个知根知底的，我要是不靠谱，我能跟您说吗？前几年啊，你爸妈活着的时候，你开个煤矿挣点钱，把你送来上海，想混个上流社会。现在你爸妈死了以后，一点正形都没有。其实这些事情你也知道，自打我爸妈走了之后，那小煤矿也不景气。你说我要不再做出点事情来，你说我这以后可怎么办呢？兄弟，我相信你，你是我最信任的兄弟。喝，看我拿大杯。来，美女，你坐这儿来，给我们会长好好喝。来，哥，你等会儿，咱们三哥一口。爸，这都啥时候了，你就帮我一次嘛，就一次，好不好嘛？万物上知，这多少年了，万汽车家里的副总经理位置都空了5年了。爸，我就喜欢这个，我为了俱乐部付出了那么多的心血。说放就能放啊！你就理解我一下嘛，就理解我这次行不行嘛？
我有多少个五年可以等？你要等我死了你再回来。现在还要我支持你，跟那什么贝尼搞汽车俱乐部，你什么时候理解过我啊？是啊，爸，你早点休息嘛。哎，多穿点衣服。你这是利欲熏心，什么钱你都想赚？你亲眼看到那批车了吗？你就敢向会员收钱？ Lisa， 你怎么越来越自以为是？除了你的家人，你还会相信谁？你知道怎么回事吗？你就反对。这是人人都知道的骗局，也只能骗你这种傻子。你看看你。现在为了钱变成什么样了？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吗？你以为为了那场不公平的比赛我赌气退出？没有高额的奖金，我根本没有办法维持。那你没有钱为什么不早讲？我现在就是一个被人笑话的烂会长，会员一堆烂车，所以我想打你，我也想翻盘。你要钱，我可以给你啊，我可以逼我爸给你啊。Lisa， 我知道你喜欢我，但是你知道为什么我不喜欢你吗？永远那么咄咄逼人。我知道拥有爱情，但是他至少比你温柔。我再烂我也不会吃软饭，我永远不会靠一个女人。那你的梦想呢？曾经为了那个奖杯你付出过什么？
会长，龙龙呢？龙龙，他人怎么不在？他不是最爱参加 party 吗？可能有事儿吧。哎，这样，我给他打个电话。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阿泽，他手机一直关机。你去他经常混的酒吧看看。小老虎，去他家看看。哎，你好。哎，问一下啊。啊。见过这个人吗？我看一下。有点印象。嗯。有没有？是你朋友吗？是我朋友。你再坐下，我帮你问一下。嗯，行吧，快点啊。哦，好的。就是你爸，是不是你？哥，能干啥嘞？是不是你？是不是你？不是我呀。是不是他？他们一伙的。谁是一伙的呀？哎呀，哥，我好想死了吗你啊？哥，遭贼了！刘三金，他朋友。慢点，慢点飞！狗子的，老子都晓得要遭搞黄，那下安逸了，遭劫富了。啥子劫富啊？有个人提前收了俱乐部会员的钱跑了，这怎么可能？不会的，不会的。谁呀？一个叫做龙龙的家伙，刚才阿哲打电话告诉我，说他骗了班尼跑到俱乐部收了会员的钱。他妈！人活二十几，全靠懂得起。龙他？什么？你知道啊？不确定。什么？那你当时怎么不说？你咋说？把气不就臭了？哎，会长，会长，他当时肯定也不知道。哎哎，嘴！你就一辈子躲着看戏吧。吃什么？烧饼。这是我这辈子看到最不干净的东西。嗯。嗯。真假？班长，我出来！班长，给我出来！出来！班长，班长，我脑子瓦特了啊！我们的钱怎么会被人拿了？班尼，你是不是撞车把脑子给撞傻掉了？怎么搞的钱呢？会长，你喝多了吧？泡妞泡傻了吧？哎呀，这个是我最大的失误。认识你才是我们最大的失误呢！我看你是脑子进水了。你们都是我最好的兄弟姐妹。嘘，少来这一套，赶紧把我们的钱给我们退回来。那个，这个钱呢？我们会长一定会想办法，他就算是砸锅卖铁，都会把各位的钱还上。哎，别说好听的，把钱还回来。对，现在就还回来，还钱。你还有资格讲这种话吗？哼，亏我当初还想跟你好好合作，哼，你居然背信弃义，去找一个叫龙龙的家伙，搞结构骗局来骗大家的钱。这是我认识的最不靠谱的兄弟，那是你活该。
你自己去选择的。对呀、啊，我给过你机会，让你带着大家一起来赚大钱，而你呢，哼，却选择去相信一个骗局。我告诉你，你也不用再解释了，给你一周的时间，想办法去找钱还给大家。对，还我钱！你再说一遍，你去还钱，就去还给我们。这个样子，你的俱乐部还有挽救的余地。还有，大家可以放心啊，你们的手机上面都有证据，把这个证据保留好。他 ban 你，就算是卖了俱乐部，也要把这个钱退给大家。对，必须的，最多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必须把钱给我们，必须退给我们，听见没有？其实呢，我心里面很痛的。之前我一直很看好 Ben Yin， 想要好好的帮助他，帮助他的俱乐部更上一层楼的。哎，其实呢，会长人还真不坏，我相信他也是被人骗的。我们的钱给的是他，钱没了。我不找他找谁啊？法师这样讲没有错，可是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呀？对不对呀？不过事到如今，也只能看班尼他自己的造化了。大牛哥，嗯，要不咱们再帮帮他们吧？哎呀，悠悠姐说的是呀。你看悠悠姐人长得这么漂亮，还这么善良，哎，悠悠姐，你说现在我们能怎么办呢？哎呀，大勇哥，你就直说吧，别露馅子了。好，这个项目呢，其实就是宇宙超跑项目，只不过是另外一种门槛更高、收益更快的合作方式。可是估计现在这种方式也行不通了。因为看大家这个样子，也不可能再跟班尼分钱了。当然了，要分钱可以，先把之前的钱退出来。就是，这是必须的。就是，我们得先把之前钱退出来，要不这资怎么投啊？哎，这样，剩下的我来接着说啊。这是一个整体打包项目，一共需要5000万来筹。5000万，谁能拿得出这么多钱？这5000万，大牛哥已经个人出资了2000万。剩下的3000万，现在我们有15位会员，那每人出资200万，这个项目就可以立马启动。当然了，门槛这么高，肯定呢这个收益比也会随比例上升的。除了我们每年的32%的综合年收益以外，外加10%的业绩提成，这个钱我和大牛哥呢就只收取他出资2000万的部分利益。剩下的钱是大家自己分掉，还是说留在跑车俱乐部，由大家自己来决定。那资金安全怎么保证？这个大家可以放心，我大牛哥是做长期投融资的，在资金安全方面我们是有保障的。我们专门有一个公司负责收款，也有票据，所以在资金安全方面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在投资之前，如果你们对这个资金保障方面的问题还有任何疑问的话，我们可以下一次聚会的时候跟大家演示一下我们的收款账户方面的安全保障。来，今天这么高兴，让我们共同举杯，祝我们合作愉快，为梦想好志气。你非得要乱说话，你现在让我去哪儿给你找个安全账户掩饰啊？收钱最重要，账户的事儿你就别管了。在香港我有一个私人的账户，到时候把董事长、财务总监还有监理的名字改成我们俩就行了。那我问你，洗钱渠道呢？哼，你大牛哥在道上混了这么多年，要是没有点渠道，那不是白混了吗？会员们的这些钱
会自动转到我在马来西亚一个账户里，然后再分转到新加坡和印度的账户上，最后通过十来个个人账户汇总在我的香港账户里。不过你放心，这个账户我立的是你的名字，没有你我拿不到钱，可密码在我的手上，没有我你也拿不到钱。这个样子的话，我们俩就都放心了。那好吧，我再帮你想想办法。你这个情况不符合我们放贷的条件。什么？我只是忘还了两次信用卡就贷不了款了？贷不了。你们是我见过的最差的银行。哦，这个操作就是这样的。嗯，记住这个下面所有的流程，明白了吗？行，那你先回去吧，我洗个澡，早点休息。好，那你也早点休息。好，行，我去了。嗯，走了啊。嗯，拜拜。小姑娘还想跟我斗？多吃几年饭再说吧。哎呀，从前倒是想的不要钱，跟他们到了墙我就回家乡。我们不一样，从前倒是想的不要钱，我就回家乡。我们不一样。喂，喂，谁啊？哎，不要不要不要，说什么呢你？谁不行啊？啊？咦？哎你？喂喂，有病啊！哼，我就回家乡。我们不一样。谁呀？有病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会为大家演示一下你们的钱放在我们的账户里究竟有多安全。来，悠悠开始吧。好的，首先我们登录。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银行银商转账业务的规则。好，我们尝试往这个账户转入1000块，我们试一下啊。大家看到了，很顺利。那我们试着往这个账户转出1000块钱。这上面提示显示，转出需要董事长、财务总监及公司监理共同签署授权，这就进一步证明我们这个账户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大家可以非常的放心。哎，快快快，你赶紧给我转账手续。来，我先那个啊，哎哎，好了，先转账，先转账，500万，不要插嘴。哎，还真是这样。大牛哥，你可别说我没给你机会啊。
呗，阿征，我们都被大牛哥甩了。明天我必须得拿到钱。姐，你说能不能想个办法？还能有什么办法呀？他们很快就会知道这是个骗局。他妈的，这些个鳖孙儿，不就是偷台偷了好点吗？一个比一个狗眼看人低。哎，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讨厌他们？嗯，我要不是前两年欠下那笔债，会变成这个样子？哎，姐，我偷偷的告诉你，他们找到我了。他们想要我的手指头。你看我有一个手指头，两个手指头，三个。你觉得两年前你在地下赌场最后一把三个 K 遇见三个 A， 那是运气吗？你咋知道了？大牛，他妈的！那个姐，好了，姐，听我说一句，你就帮帮弟弟吧。我跟你说这个事儿，你要是帮了我，我就十倍还给你啊！不，我百倍还给你。我也是无能为力啊。你说啥？我说，那我们尽力吧。夏总，夏总，你把钥匙拿来，我给你开辆马子进。啥？他说他下午得了，你把钥匙拿给我，我给你开辆马子进。啥？他说嘞，你把钥匙拿给我，把车子给你开马子进。说啥呢？来来，不开玩笑了啊，各位老板。虽然呢，之前呢有一点小小的这个不愉快，但是咱们马上就要赚大钱了，对不对？对。来，咱们再次举起酒杯，敬一下远在香港的大牛哥，敬大牛哥，敬大牛哥，干杯，干杯。我失陪一下，那个豪哥替我。招呼一下大家，去吧，坐
下，坐下。咱们家大金餐饮集团，你知道每天营业额是多少？你知道吗？我呸！这大金营业集团，谁不知道你就是个厨子呀？那厨子怎么了？厨子不能开车吧？是吧？我成天在这听着你吹牛逼，我这耳朵累，谁说不是呢？谁不是天天吹牛逼呀？前两天我还看见你跟一个老头，我简直形容不来了，我是啊，那是我干爹，不然我哪有钱买超跑？行了，都他妈别说了，谁他妈不想投个好胎呀？我外边停那辆车是借的，你们信吗？信，怎么不信？我们其实都一样，打肿脸充胖子，可惜没一个是真胖子。真胖子。真胖子是他妈大牛哥呀！真胖子！哎，说什么这么好笑呢？啊！来，今天咱们不醉不归，好吧？来，我一个一个敬。来，先从你开始，来，我给你满上。来，干了。抓紧点，要需要多长时间不知道。你放心，这些明天早上都行得过来。干嘛呢？吃相也太不讲究了吧你！喝酒就喝酒，都他妈什么行模子？整的我他妈都不忍心了。我才不忍心呢，快点儿！那些车怎么才卖了一百万？能卖一百万就不错了，这么急着出手，谁会要？就说牛不牛逼？牛逼！平时能觉得我是狗，现在我做人了。娘，我知道你最棒悠悠姐，这灯真好用，一路畅通无阻。走。看人
骗了，还帮人家数钱呢？数够了没有啊？一共他妈多少啊？你他妈聪明！是啊，我虽然是个鳖孙，但是我是一个有尊严的鳖孙。我要不是缺钱，啊，我哪会在你身上费那么多精力？就你这种货色，你他妈就是个婊子！彪子，喂，120吗？我要报案。看来今年的冠军又在班尼和小桃红之间产生了。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圈，班尼一马当先，毫无悬念，肯定拿冠军了。等等，怎么回事？班尼减速了，这么关键的时刻，到底出现了什么情况？不好，最后的300米，最后的300米冲线，最后获得第17届全国超跑杯冠军的是闪电车队的小齐。什么都可以作假。退出，不玩了。你是我最后的后盾。儿子，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爸炒房失败，也破产了。现在一切都得靠你自己了。安妮哥，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有办法。有什么办法？打比赛。车都拿了，打什么比赛？有奖金。说明白，我们都听不清楚。全国超跑俱乐部杯赛，冠军有3000万奖金，只要大家现在能够凑出一部车，我出山打垮那帮龟孙子。谁信啊？你又在骗钱了是吧？3000万奖金大家一起分。我老爸老妈的养老钱都被我砸光了。小老虎，你就算是个骗子，我们也没钱给你啊。我们现在都被骗得一干二净了。我他妈祖宅都卖了，我干爹都不搭理我在我们心里，你是独一无二的车神。干爹，如果你得了冠军，这奖金我要拿一半。蛋炒几了吧？没有。走吧。哎，对了，嗯，我担心边境他们遇到了骗子，
可是他又不听我的，要不你帮帮他呗。放心，这事儿交给我吧。天哪，这不就是全国餐饮连锁集团那个浩哥吗？会员的损失，我账号全部承担。怎么还敢把宝压在我这个废物身上？这个情我就不领了。编你，在我心里你是一个英雄，是曾经的车神，不愿意看到你沦落成这样，更不愿意看到曾在我青春的俱乐部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白女，现在这个样子谁都不愿意看到。我决定收购俱乐部，会员们的损失我全部承担。哎，能再给我一个吗？你是我最大的阴影，没有认识你之前我觉得自己很牛逼，认识你之后我才觉得自己是穷人。这个你帮我还掉我所欠下的所有人情。白女，其实那些年我也是你的粉丝，你跟蓉蓉在一起以后你变成了什么样子？这个俱乐部是因为你而存在的，大部分的会员都是因为仰慕你而进到这个圈子里来。现在你看看俱乐部变得精气神全没了，难道你要看到俱乐部变成一个藏污纳垢的场所吗？我不愿意， Lisa 也不愿意，所以俱乐部就交给我吧。哦对了，我跟 Lisa 快结婚了，这里也是我送给她的礼物。我又失去了我最心爱的妹妹，我还是祝福你。谢谢。我什么都没有了，我失去了曾经我最好的兄弟姐妹，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觉得我是时候去你曾经最喜欢去的地方看看。你们都是我最好的兄弟姐妹。干杯！干杯！Lisa 曾经带我去过你的餐馆，味道不错。你这一身厨艺可别荒废了啊！想要成为这个餐饮界的大佬，就要脚踏实地的去做，而不是去说。谢谢你，浩哥。你这头打盹的小老虎啊！当年 Benny 封神一役，你可是他最强劲的对手。
这么多年躲在后边看戏，打算什么时候再出山啊？给他车。伟哥，好的。我看过你主演的作品，你演得很好。三流演员谈不上演技。我想把《魔都超跑俱乐部》的故事拍成电影，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当然感兴趣了，有我主演，一定很好看。好，是时候给咱们俱乐部换个新的名字了。风水面，你给我也算一卦呗。哎，算出什么了？我算出我今天有一劫。哎，轻点轻点。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谁啊？这是我老公。你慢慢走，我扶你。哎，老公，老公，你等等，等等，听我说，老公，你别冲动，别冲动。哎，老公，冲动什么鬼？老公，你别过来啊！你过来，我敲了啊！医生，有没有什么后遗症啊？后遗症的话，肯定是有的。邱医生，可不可以从这儿切？哎，可惜了。走吧，走吧。哎，可惜了。知道我是怎么走上这条劫富济贫的路吗？其实，超跑圈也不一定都是有钱人。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住孤儿院，真的，我只为了孤儿院。该还的我还是会还的。秋雨如约而至，敲打着夜枯黄的淮海路边的梧桐叶，他如歌诉说着，他如泣哽咽着曾经沧桑浪漫的山海。
风温暖如歌，懒散着也绽放着南京路上的花花世界。他的光照耀着，他的风慵懒着，现在如梦如幻的上海。